发现有离群野象之后，当地重新研究了它们可能的行进路线，并做好布防工作。现场指挥部统计，区西阳乡活动，昨天下午有一只公象离群，跟昨天的危险。我们那个线也是了，这不在床上这种，在的。 晋宁区西阳乡的高粱地村和木闸村附近红豆区。